是啊，你们在秘鲁吧，我恰里。今天见，下午的三点半，记者呢在那个大道城，这是什么宫啊？这庙啊叫什么？妈祖宫。我在妈祖宫叫什么圣宫呢？慈圣宫。妈祖娘。这个慈圣宫跟妈祖婆这边前面啊，点了一个火锅，那个腊肉馍。底下录影呢，咖喱叫一个大肠，还有个牛肉，给他买了那个小菜啊，那个这个人生就是如此了哈。我们在这边向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啊，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539会员们，大家恭喜发财，大年初三不宜出门，明天我就要出门了啊，明天是先要跑到财神宫啊去做那个。迎接财神的动作啊，这个我们要明天要接财神，恭喜各位，昨天中奖，今天继续中奖啊，昨天全车中一二，大家都赚了20000多了啊，恭喜各位。这边这个大姐帮我们服务，哎，